欢乐时光。对吧，有害虫在，可以拿它来叠戒指。过年播吗？过年到时候再看吧。过年打算给自己放个假吧。刷的还挺快的，四分钟拆不动塔了。这个人是送死流的，待会买个戒指住中路就好，待会戒指叠得很快啊。开到来的线上，直接跳脸了。欢乐时光就要开始了。哇，这有点厉害，捏着一个 R 空中有高手。南山快升六了，快走。他还以为是以前的草呢，给我逗笑了。先升一波六了。直接给他二进去再 Q 一下，我直接来个美甲再刷点钱，这个人这么喜欢送我，不什么戒指，直接来美甲。然后小炮，比如说猜着猜着快给他推完了，先清兵，这个思路是正确的。直接把灯给你，回来顶他，
下路怂半天，最好害虫杀一个让他值钱，好杀，然后他不送，可以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然后我们再接着来杀他，他变值钱，完美，科学养猪，太科学了。他逃不了了，大回 A 一下，太好了太好了，又让他变值钱了，我们树又叠起来了。这装备杀贾克斯应该是可以了，他把反击风暴给了。哇，我这来的太及时了，这不给他顶一下他死了。贾克斯氮气歪，直接两百反桥，要不然直接来个帽子，我都不想买，先买巫妖了，来个帽子毕业了，学士帽来一个，十三分钟四百法钱，一炮双响。吃红我吃你，那红你一起吃吧。这里拆一波，小炮刚才有跳啊，怎么不跳呢？感觉他是故意的，是不是？来个几何桶，打烊前的最后一杯，表面。哦呦，你来炸湖吧，距离这么极限，
来人了，后面还有。把他们拉到草里面，给他来个土豆雷，各个击破，挨个吃掉。喜欢追，好像 WA 的速度是跟什么有关系？他好像之前改了，好像 WA 的好快，等级法强还是什么东西？攻速不应该吧？攻速没搞这么多。版本法师看到这种送死流三人开心的不行。来一杯吧，没电死了，这样收割都电出来了。哦，他买水银鞋加看不懂喷，再试一次，有个蓝药这是。哎呀，光荣下班，明天见。